你就这么不爱惜身体，这么爱逞强？关你什么事？那我不是白照顾你了？我怎么对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的心里只有魏龙。好。我能一起吗？既然换场地了，那你先过去吧。我不要，他不是也没走？我跟你走。他的事情不用你管。反正你就是想把他留在身边，送琪琪我们走着瞧。这么疼，难道是发烧了？不管了，还是直播重要。等等，别走，我生病了就不能照顾下我吗？你都能走了，也不是很严重。我只是想你能多陪我一会儿。该做的我已经都做了，你也是有未婚妻的人，我也是有男朋友的。虽然我很感激你这段时间的照顾，但是感激不是爱情，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。难道只有感激吗？